一段历史波澜壮阔，辉耀至今；一种声音振聋发聩，撼动人心。70年前，一个从河北农村走出的少年，用坚实的臂膀托起了新中国的明天。7年后，以少年英勇事迹创作改编的电影上映，一时万人空巷。从此，董存瑞的名字家喻户晓。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精神，也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成长。当然，董存瑞的英雄事迹，我们从小就是通过电影来了解的，因为我们没上战场。尽管他的年龄和我也就差那么10几岁、20岁，从小我们每个暑假都看这部电影，这部电影对我们的印象很深。董存瑞呢，应该说我从小时候就看电影。看董存瑞《地道战》，还有什么《地雷战》等等这一系列电影，在小时候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刻。后来就是我们决定拍这董存瑞呢，也是我跟导演在一起，我们两人在找题目。导演说：“哎，他说你这个气质方面很像，有点像接近董存瑞的。”哎呀，我说：“哎，董存瑞，我说我也是喜欢的，是我最喜欢的英雄人物之一。我说我倒没塑造过啊。”他说鉴于你这个形象上。你这个眼神上面有点像他，我们试一下子吧。我说好的呀，我说我也喜欢啊。70年后，相距河北千里之遥的江南水乡，一出别具韵味的西剧《董存瑞》登上舞台。金色钢枪当法龙，好要杀的立功。南腔北风，刚柔并济，以戏曲的独特形式，再现了董存瑞短暂却不平凡的军旅生涯。董存瑞他从一个儿童团团长、民兵，一直到参加八路军，从首次战斗不会打仗，一直到他成长成为班长和爆破队队长，直至最后炸掉敌人的碉堡。那么，全剧主要是描写了这样一段英雄的成长史。从这个整个的描写来看，我们对董存瑞应该更注重我们舞台上善于开掘人物内心情感的部分。董存瑞在离家的时候，电影就显得比较简单，那我们就丰富了人物，丰富了情感，包括没有出场的爹等等，这样就可以更体现出董存瑞的淳朴以及他的孝心。另外，在董存瑞托起炸药包之前，我们给他引申了一大段的内心的抒发。这一大段内心抒发，应该说是一瞬间，它只有一瞬间。这一瞬间，在我们平时很难去表现这样的一个瞬间，但是我们戏曲可以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大，我们可以把一瞬间放大到它一整段的唱段。所以我们用这种手段来体现我们戏曲的表现力，让董存瑞这个人物形象更细腻，也更真实。醉里吴音相媚好，白发谁家翁媪。发源于江苏太湖之滨的西剧艺术，吴侬软语，细腻委婉，带着江南水乡特有的温润气息。而近年来，江苏省演艺集团西剧团却屡屡打破常规，在继承传统的同时，不断探索新的风格样式，创排了一个个让人耳目一新的舞台艺术作品。西剧董存瑞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一部。戏曲不仅仅是一门艺术，更是一个文化与精神的载体。这是我们精心创排的董存瑞，最主要的也是为了缅怀和纪念以英雄董存瑞为代表的，为了建立新中国，抛头颅、洒鲜血，甚至付出生命的革命先辈们。在这部剧目当中，我们结合了时代的审美，融入了一些创新的艺术元素，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，使剧目更容易为青年人或者非戏曲群体所接受，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，来感受革命先辈的爱国情怀。周东亮，江苏省演艺集团西剧团的现任掌门人，当今西剧界的领军人物。荣誉等身的他，却始终不安现状，排新戏、拍电影、进校园、促传承，在拓展西剧艺术的道路上，他始终不遗余力地探索前行，而探索的过程是艰辛的，尤其对于以文戏见长的西剧而言，创排这样一部硝烟弥漫的军旅题材剧目，塑造一个家喻户晓的战斗英雄形象，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。董存瑞这个人物啊，其实是代表了当时那一代的人的热血青年，所以我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啊，我也是满怀激情和敬意的。在排练过程中呢，我也一直在摸索17、18岁男孩的那种性格特征。正好呢，我们团也来了一批17、18岁的孩子，那么我也呢，属于每天就跟他们在一起排练，感受他们的这种17、18岁的这种个性跟特点吧，也借鉴了很多话剧塑造人物的手法，来体现人物的真情实感。我们必须用我们的戏剧来演绎这样的英雄故事，而不是董存瑞唱戏剧。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运用我们的舞台职场，我们戏曲职场，以生活为依据，来反映我们整个部队的生活，以及战场激越的战斗，充分地调动我们戏曲的跌打翻滚的唱作念打的这个艺术手段。三五步走遍天下，7、8人100万雄兵，红渠书上锣鼓铿锵，一个个矫健的身姿尽显军人本色，聚光灯下旌旗挥展，一幕幕翻转腾移，让人眼花缭乱。西区传统城市与现代军事动作相结合的精彩武戏群场，将紧张激烈的战斗场面演绎得淋漓尽致，成为西剧董存瑞的点睛之笔。而如此密集的高难度动作，对于已经年逾50的周东亮来说，不管是精力上还是体力上，都是不小的考验。这个戏的动作幅度也挺大，所以我们白天演出排戏，晚上演出，然后连续这么的连着10多天，所以我的浑身啊，手膀子啊、肩呐、背呀、腰啊、腿呀，哎呀，没处是好的，就是浑身酸。在晚上躺在床上叫趴着睡也不是，侧着睡也不是，躺着睡也不是，反正找不到一个很好的、很舒服的一个睡姿。那一阶段，我也是咬了牙齿挺过来了。我觉得，我就是董存瑞，我那时候就这么想的，我就是董存瑞。无韵清音，声声悦耳；战地长歌，铿锵激昂。董存瑞充分发挥了西剧长于抒情的艺术特色，同时又不落窠臼。将柔美与雄壮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有机地糅合起来，呈现出张弛有度、抑扬顿挫的韵律美，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。这一次呢，就是说也大胆地突破了我们那个戏剧原来那种小桥流水的，所以运用了咱们这个西洋管弦、哎铜管、弦乐这种东西来表现它这么一种大无畏的这种精神。它还有温情的音乐，比如说在跟姐姐告别的时候，跟母亲、父亲告别的时候，它有这种那个姐弟情啊，哎父母的养育之恩啊。 这种温情的东西，就是咱们中国最传统的这个东西，在他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。最后那个董存瑞，他炸碉堡那会儿，实际上是一个是最高潮的高潮。那怎么办呢？紧接着后怎么来颂扬他？咱们用什么东西来表现他呢？运用了我们戏剧的一个迷魂调，一个女声，散唱，然后逐步发展。文章何为时而著？ 歌诗何为事而作？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作品，西剧董存瑞不仅仅满足于歌功颂德，更期望以戏曲舞台的形式，将大无畏的民族精神永远地传递下去。我们文艺的作用是培根铸魂，培什么根？ 铸什么魂？我想董存瑞的精神是什么精神？他是一种什么民族魂？他最后留下的一句话是为了新中国前进，前进是永远的课题。为了新中国要前进，为了今天的中国要前进，为了将来的中国，我们也。 要前进，前进就会有困难，前进就会有阻拦，前进会碰到很多的问题。但是董存瑞的精神就是不惧危难，不怕牺牲，不计较个人一切，为了我们的中国前进，这是一种大爱、大勇。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责任，把这些。 优秀的、无私的精神传递给我们的观众。余克平导演做到了。5月15日，西剧董存瑞在江苏紫金大戏院首演，收获了一众好评。演出结束，那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对剧目的认可，更是对英雄的礼赞。而观众席上。 一群最可爱的人，献上最庄严的军礼，也是对英雄的致敬与回响。那一刻，我真的是眼泪哗哗的直流。也不只是因为官兵们对我的回礼，也因为我自己内心一下子酸甜苦辣的东西，一下子全部涌上来了。因为演这个戏太不容易了，但是我觉得值。 因为我在塑造英雄，英雄就应该这样子。时代需要英雄，时代也铸就英雄。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风雨飘摇，到如今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70年里，有无数的先烈和有志之士，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。 而奋斗终生，他们或许没有看到今天祖国的富强，但他们敢于拼搏奉献的精神，代代相传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热血青年，为了新中国前进。